嘿，今天来聊聊背刺，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给你身边买了小米手机的铁哥们儿。哎呀，身边有用小米 10S 的吗？这机器放到今天啊，骁龙870还有高达1亿的主摄还是很香的。当时的发布价是多少？3299，对吧？你身边当时抢到的哥们儿跟你炫耀了没？你今天悄悄告诉他1900了。再来啊，你身边有朋友买了这个火爆全网的红米 K40 吗？平民的皇帝配置，也是骁龙870还加一个6.67寸的直屏，多少学生党靠它上的王者呀？1700多。再有啊，才发布半年的旗舰这个 Mix 4，光屏下摄像头的热度啊就炒了2个月。有朋友是4999买的吗？今天还不到3600。不管你信不信啊，我刚才翻了一下拼多多这波小米超品日，链接我放置顶了。这次好像还不止手机，家电数码都进入了新年大促，官方补贴完还能再用券，直降1000。快去看看自己身边有没有被扎成小刺猬的哥们儿啊！